那么亲切，然后他对我的印象也算是不好。又是来一个巨星来了，哇 ！Let's go！ 耶！谁？这位巨星是谁？哎呦！一起来欢迎空后李玟。
老师，谢谢韵璇，哎，唱这个歌，我唱今天唱 Coco 的歌，哎，别有一番的意义在里面，致敬，好像你也参与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最后是见到 Coco 姐的时候，就是她来森林之王当飞行导师，飞行导师，然后那一次超热情超嗨，她一出场就跟我们去唱了一大段，她永远都是那么亲切，对，很 friendly 的剧情。对 ，Coco 老师她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，因为我其实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素的。他就是很不吝啬的给予称赞，他那次表演《甜蜜蜜》是蔡依林的舞曲，然后他就是站起来欢呼，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天哪，就是唱跳界的天花板，给我这么大的肯定就被看到这样子，所以很感动。对，然后他对我的印象也算是不好。啊，没有怪你的，因为我们跟他一起录影，就开那玩笑嘛，开玩笑嘛。对，跟阿雅两个人，然后我们就又讲了，然后就特别。你看以前做节目真的很乌龙，那我们说哎呦，乌龙，他胸部那么漂亮，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阿雅，你要去问他，去没有不是问，要去捏一下他到底是真的。然后就算任务对，对，结果阿雅就要去，我说不要不要，跟制作单位讲不要这样，还是我来。不要闹了，我说还是我来访问就好。是啊是啊，然后后来还真有那个桥段，大家去找就有。然后我是那个木须龙嘛。他演那个花木兰，你今天演像木须龙，对，木须龙，然后他是花木兰，李湘，花木兰嘛，然后我一直站在他的肩膀上。配音完了之后，有一天就是在中国大陆遇到，然后他就叫我了，木须兰，木须兰，哎，我们像小时候这样看看这个，看就觉得你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。那我就不记得说，那为什么叫木兰？我也跟他木须兰。后来才知道哦，他在叫木须龙，继续给他加油，好不好？将来也可以像 Coco 姐一样，成为一个唱跳巨星。谢谢曾韵璇，谢谢。